我昨天又装了白鼻心呢。你掉了？对啊。大妈。很大。你怎么不拿回来？你怎么不拿回来？拿回来要干嘛？你干？为什么接大丢？很大吗？这样子，那么大。我昨天又装了白鼻心呢。哪里？装到。对啊。你掉了？对啊。你怎么不拿回来？很大吗？啊？很大。很可怜。你怎么不拿回来？拿回来要干嘛？要吃啊！不行哦，不行吃哦。张大的不行吃吗？可以啊。你看，为什么鸡蛋丢？还是人家又拿了？你说人家拿走？你啊，已经拿走了，早上。你大吗？这样子。你大啊。不打电话，叫你拿。太远了啦。哪里？海洋公园。有什么关系？你去你家拿走。你都在那个后面那边，那个。很多血呢。流血有什么关系？那么大。有像素一样的，很像素。你要吃，好吃啊。那个夹娃娃机的哦，真的会漏电，不是很爽，是漏电，会酥麻酥麻的。你爸爸说有轰有轰，不是，我毕竟大，也十二个月还用到十次。一次都没有，你个人喝什么？我还要电动灯呢，会漏电呢。啊，没关系啊，你们现在有老公的要针对我啊，没关系，我没老公。我也没有。就没有。那夹娃娃机的哦，真的会漏电，不是很爽，是漏电，会酥麻酥麻的。你爸爸说有轰有轰，不是，我毕竟大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越讲越兴奋的。啥了？有个电锅。也十二个月还用到十次，一次都没有。你个人喝什么？我还要电动灯呢，会漏电呢。啊，没关系啊，你们现在有老公的要针对我啊，没关系，我没老公。我也没有。就没有。那夹娃娃机的哦，真的会漏电，不是很爽，是漏电，会酥麻酥麻的。你爸爸说有轰有轰，不是，我毕竟大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越讲越兴奋了，对，啥了？有个电锅。那个笑着吧，真的，他不知道怎么走，一直走，怎么走？真的，不是，真的，像那个那个班主的状况一模一样的。所以那个是真的吧？真的，怎么办？班长听不懂指挥啊！全部接了都是找不到那个的位置，一直跑来跑去。那时候我去当兵，我那个港铁的那个部门，原品箱的熬夜的，我当会讲国语。那你们怎么沟通？一个我们当兵都是一个坐着两个。那你们怎么沟通？光他写字啊，写资料都不会写的。然后我们在当兵在中心这种训练的时候，他们听不懂指挥呢，想我走啊，在那满都是不熟的。真的像那个班长的状况一模一样的。所以那个是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怎么办？班长会疯掉。听不懂指挥啊！那班长就很生气。最近有在笑，又听不懂啊！怎么管理这个队伍？我们这个全部接了，都是找不到那个的位置，一直跑来跑去。啊，好可怜！连横队、连纵队、连区，有时候都搞不懂啊。嗯。哎，我有读国中哎。嗯。跟你给梦，但是弟弟们旁边得骂我。哈哈哈！我们那时候大部分不弄很多嘛，也是乱跑。以前是以前没有打仗，这些都是不懂的。啊，那不是很好？我们一般训练的时候嘛，各班。各班训练，那个班的将会给我们指挥嘛。
笑着爪，真的，他不知道怎么走啊，一直走。太好笑了。那怎么办？哎，管理你那个队伍的人很辛苦。哎，妈，估计你那个年代一定很多这种人，你看的军校队真的是真的了。哎呀，看起来很荒谬，确实。在这边喝水龙。有小绿油。咦？我在去消毒，好，家中来帮我点一点。我喜欢我专用的。点哪里？八戒。小。你头太大。你要点哪里？点小鸟。你看不到啊。过来了。好了，拜拜。哎，大大叫。啊，你个你个不的。这个有小绿油。咦？我在给你消毒，然后我先帮你用消炎药膏，你看看。哎，怎么那么脏？啊，我就帮你用干净，就不要。再用。啊，对。嗯。对啊，你还在上吗？没有，还没有这说法。还有啊。很多。很多啊。你家中来点一点。你家中来帮我点一点。我喜欢我专用的。点哪里？界限。十八界。界限哦。甲界哦，甲界甲唔甲界要讲啊？甲界啊，境界哦，甲界，和界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这样怎么剪？你要等那个拆线之后再剪，要不然回去没有那个啊，你自己剪。你会往丢不了看。眼神，眼神，全人国眼神，你就是对的人。没有办法呼吸的人，不会呼吸的痛。哦，因为鬼血都跑哪里了？哪里？怎么那么小？这里头太大。我知道啊，你要拉多长？拉到耳朵那里。动不动？你要剪哪里？你要给你开一开点小鸟。你要剪哪里？没有，你要剪哪里？剪这边就不会那么。那不用剪啦。不是，不用啦。你别特意。就这样，我就是要套耳朵啦。哇，我的耳朵呢？听话的就要剪掉。一边哦，我跟妈妈讲了呢。哎呦，我有多漂亮！哎呦，等一下，来不及，你走不了。我的眼睛看不到啊！吓了，过来了。你看，很近的呀。没有，这戴鼻子这边要戴，鼻子这边要戴。要不要？新加坡了，就这么没事。对呀，这里再剪个洞。你自己玩。这里啦，快点。哦，你妈的，人家去服，人家服务别人啊啦。好了，拜拜。哎，再见哦。啊，你个地沟子。